这是三夹的牛皮，然后还有一个鸡脚筋。因为我也会买别家的牛皮尝尝看哪家更好吃。最开始我代理的时候，我就买了好几家牛皮肠，然后挑了一个我口味最喜欢的。从最开始关注我的人都知道，然后我也会买别家牛皮肠，你看有没有谁家新出来的更好吃？我会觉得，如果有更好吃的，我也可以卖。但我现在就尝了，然后就觉得差了点，也不知道我是吃我家这个习惯了，反正吃这三家我都不是很喜欢，但是买都买回来。也得将就吃的。应该也有好多就我的顾客吃完我家就吃了好几，又尝试别人家，说转了一圈还是说我现在卖就好吃。真的是一家一个味儿，虽然说都是碗味儿。有的姜味儿特别大，拜拜。